降當然是會擔心，因為根本所有那些、交通、那些配套設備、其實都未完善，跟住就依家又搞到依家爆衰工，其實唔掂啊呢個政府。當然是會擔心，因為始終、政府在去年在高鐵通車有冇幾耐之後，又開通埋呢個港珠澳、其實根本所有嗰啲、交通、嗰啲配套設備、其實都未完善，跟住就依家又搞到依家爆衰工，其實唔掂啊！呢、這個政府。